请掀开经本第二十八面，第二十八面，我们从第一行看起。若有无数诸佛身，所谓普光严藏诸佛身。普及光床诸佛身，昨天讲到这个地方，第三尊大光普照诸佛身，大光是形容自信本具的智慧，唯有自信般若，才能普照虚空法界。这个照的作用，其感应道教。十方三世，一切众生，齐心动念，一切的造作，都在佛光铸造之中。不但现前众生的心念佛知道啊，即使是无量界前啊，我们微细的念头啊，也在般若智光之中。那么我们听了这些话啊，读了这些文字，感到很稀奇，感到不可思议。实际呢，这个十方三界是一体，没有前后，没有广狭，没有前身。这在自信般若光明才看到这个现象。这个现象就是大乘经上所讲的一真法界。因此他有这么大的德能，与一切众生的其感应道教的作用。诸佛神所表的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啊，迷关破除之后，业障、烦恼、习气才能够断除。而后觉悟了，悟了之后才真正得落啊。众生烦恼习气还没有除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与诸佛如来就不能产生感应。这在前面呢，我们都将这个道理给诸位报告过了，是我们的心静跟如来果地上
不相应。大乘经上常讲啊，众生一念微善，都能感动诸佛菩萨。一念是讲时间短促，一刹那，时间很短。微善极其细微的一个善念，那我们想想，这种微细的善念，一念的微善，我们哪个人没有呢？可以说一切众生都有啊。为什么我们不能感动诸佛菩萨来实现？不是佛讲错了，还是我们望文生义呀？去解了啊，一念为善。实实在在说，我们每一个众生，乃至于地狱众生，善根福德都相当具足啊，哪里只为善啊？那为什么还堕在三途呢？虽有善根，虽有福德，这经上讲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，他不能现前呐，这个把他障碍住了。道理在此地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经上所谓的是一念微善现前，没有障碍。或者是有障碍，这个障碍很薄弱，好像很轻的云彩，稍稍风一吹，这云彩就吹掉了。这样才能感得诸佛菩萨现前。那么又何以说他是一念为善呢？这一念为善是性德的光明。譬如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，他怎么降生到这个世界来？这个世界有一些，也就是一念微善现前，感得佛陀到这个地方来应化，应以佛身而得度之，则现佛身来度众生。虽是现佛身，这些有善根的人不认识佛，也不可能向佛请教，更不可能向佛学习。这就是说明他一念微善现前，佛来了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一定由诸佛菩萨来帮助这些善根福德成熟的众生。那么在经上讲的，他们最初得利于五不还天里面的净居天人，
啊，进居天人都是修行正果的。在一般经论里面说，三国圣人啊，都是小乘三国的圣人啊，他们看到啊，看到佛应化到世间来了。世间这些众生不知道向佛请法，他们呢是谁来祈请，代我们祈请啊。不仅如此，我们在佛家常常听说，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，许许多多诸佛如来示现外道，示现为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乃至于童男童女，各个阶层普遍的示现啊，他们起带头的作用。听说这个世间呢，有这么一个大智慧的人，大学问的人，大德能的人，都来皈依，都来亲近佛陀，做佛的弟子，就带动整个的社会啊，把那些一念善根成熟的众生都接引到佛门来了。这个叫做一念为善啊，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。那么在佛法里面，特别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的经题比我们这部经题更明显。把这个修行的纲领给我们说出来，清净平等觉。虽然这个三桩事情是一二三三二一，它也有次第。次第从哪里修起呢？从清净心修起。这是对中下根心的人来说的。如果是上上根人，他从觉门下手，清净平等觉三个门呐。上上根人呢，可以从觉门进来，像中国的禅宗、信宗，他们从觉门呐。教下，他们从正门，从定门，从戒定这个法门。净土宗是从净门，从清净心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离开了觉真境，违背了清净平等觉，虽有善根福德，现前呢也没有办法产生感应道教的作用，这是一定的道理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这是说大乘佛法入门的一个诀窍。
无论是在解门或是行门，不认真修学，就不得其门而入。那么这是大光普照里面的启用的意思。再看第四尊，众妙宫殿诸佛神。宫殿是表慈悲，表富裕。前面已经跟诸位报告过，众是众多，众多是从四相上说的，四相无量无边呐。这些境界相是由众生性识所变现出来的，《大乘经》上笼统地说呢，设法界一真庄严。这得讲得重啊，不但思众多，理也众多，有思必有其理。理跟思都非常复杂，一真佛陀教化的一个大千世界，我们讲三千大千世界，实际上是一个叫一佛陀。今天我们在经上看到的，诸佛如来无量无边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佛国土啊，大千世界也是无量无边。每一个佛国土里面都有十法界，你说十法界就太多了。不是数字能说得出来的，众多妙，这个字的意思很深。般若经上常说性相一如，理事不二，这叫妙。谁能看得出来呢？觉悟的人看出来了，太妙了。他看出什么？他看出来了，原来相就是性，性就是相啊。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啊。性清净，相哪有不清净的道理？理空寂，事哪有不空的道理？所以看出这个才知道万法皆空啊。
那么什么个道理，我们现在觉得样样都不空呢？这是什么道理？给诸位说，这是迷情不空。除这一点之外，我们跟诸佛如来果地上境界有什么差别？没有差别啊。你们看到经上讲的诸佛如来无量寿，我们现前哪一个众生不是无量寿？我说这个话你们又不相信，明明看到这个身这几十年就有死啊，那怎么是无量寿啊？这是你没把事情看清楚啊。你不晓得这个身是假的，身不是我。如果我们用个比喻来说，我们的身呢，就好像身上穿的这些身衣服一样。把我们这个人呢，比作清净法身。衣服脏了，天天换洗啊。你没有感觉的，哎呀，这个衣服寿命好短啊，没感觉到啊。在设法界里，舍身受身呢，就像穿衣服脱衣服一样，那不是自己吧？这身不是我吧？我无量寿啊。所以你晓得，诸佛如来无量寿啊。我们哪一个人不是无量寿？所以跟诸佛如来差在哪里呢？差在什么？诸佛如来是智慧当家，我们凡夫是情识做主，这个糟了，迷情做主啊。要用佛法的术语来说，诸佛菩萨用的是四智菩提，我们凡夫用的是八识五十一心所，差别在此地。除此之外，实在讲没有差别，这个才叫妙啊！你如果真正明白觉悟了，切入境界了，你的心怎么会不清净？清净心除这个众生界，众生界也是清净的。决定不干染，不染着。禅宗里面话所谓的百花丛里过，片叶不念身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才叫众妙之门，这才是真正慈悲也。我们佛门常讲啊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啊，这个两句话就是此地众妙宫殿的意思。但是佛家又常说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。这也是事实。为什么慈悲多祸害，方便出下流了呢？与妄想分别执着相应的慈悲方便就坏了，
与觉真境相应的，与清净平等觉相应的慈悲，那就是本，那就是慈悲是本，方便是本。所以你要看给哪个相应呢？给与佛菩萨相应，那是佛法的根本，是佛法的入门。如果与烦恼相应呢，那就错了，那就变成造作无量的罪业了。这个是生佛凡圣差别之处。所以佛法修学无论什么法门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，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显教也好，密教也好，宗门教下，它有一个总原则，永远不变的一个原则，就是戒定慧，就是觉正境，这个不能变更的。与这个相应呢，这是佛法；与这个不相应呢，那是魔法了。佛同用一个魔字来说，魔是什么？我是折磨啊，你的身心受到折磨，心不安，心受折磨，身不安，身受折磨，与觉真境相应呢，那是决定会得到身心安稳。这是我们学佛同修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我们的修学才会得到真实的利益。真实的利益不是升官发财啊，不是得到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不是的。真实的利益呢，就是得到心地清净，智慧增长，对于一切人事物的境缘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叫真实的利益。明了之后，你才懂得修因正果，这个门径呢，自然清楚了嘛。那么这是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，在佛法里能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，不能不知道的。第五尊无尽光寂诸佛身，无尽无量的意思，也有无止境的意思，光是智慧，自性里面所含藏的智慧，真正是无尽的。不但智慧无尽，
德能也是无尽的。色相啊，也是无尽的。你看他能够在十法界随类现身，这个色相无尽啊，有能力实现，得能无尽，又有能力随机说法，显示出智慧光明的无尽，帮助一切众生开发他自信的智慧的能。他证果了，他成佛了，佛菩萨不鞠躬啊！为什么呢？他的一切成就是他自性里头本具的，不是外来的吧？绝不是佛菩萨给他的呀！佛菩萨帮助他得到的，不是的呀，他自性本具的。那么我们现在晓得众生很苦恼啊，众生的烦恼也是无尽的，这个一点都没错啊，众生的苦难也是无尽的，为什么呢？弥了把你无尽的智慧德能呢，变成了烦恼灾难啊。一下觉悟了，就把无尽的烦恼灾难转化为智慧德相，转变了。所以学佛，特别是大乘法中，一定要懂得做一个大转变。从哪里转起？从念头上转起。我们现在种种忧虑，种种烦恼，种种分别，种种执着，如何把它转变成清净平等觉？你就成功了。上上根人闻法，哪里要天天听？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看到永嘉大师到达华美向六祖请教，几句话之下很投机呀！佛家讲叫很投缘呐。眼下大彻大悟啊！他老人家掉头就走了。六祖就问他：“你怎么走得这么快啊？”这没事了。没事，没有在此地住的必要嘛。六祖留他住一晚上，明天再走好了。所以他在这个曹溪道场啊，有名的叫一宿觉。他亲近师父一天，还是师父留他。不留他的时候，一天他都不带哪里像我们这样天天听经，听上几年都还迷迷糊糊的
所以听经要会听呢，会听是转境界。读经的时候，即使是在一些法会当中，乃至于超度法会，放这个业口，蒙善施食，这些佛寺，古大德都教给我们随文入观，那就有真受用啊。什么叫随文入观？随着经文把我们的观念改正过来，他就入境界啊。你读华严，你读十住品，你能随文入观吗？你就是十住菩萨。你读十行品，那你就是十行菩萨。你读十地品啊，你就是十地菩萨。随着经文就入境界。一部华严经念完了，成佛了。确实是如此。天天念，天天入境界，入了你要问还会退转吗？会退，退得很快，为什么会退转呢？烦恼习气太重，看看外面这花花世界五欲六尘又动心了，又生烦恼了，这就退转了。明天再念又入境界了，再进进退退呀，到什么时候不退了，那你就成功了。到不退呀就叫正果了。那么这个里面有位不退，有行不退，有念不退。最低的位不退。位不退是绝对不会再退堕凡夫地了。那么我们要问，这个时候烦恼有没有？见惑没有了，这个见惑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错误的见解绝对没有了。可是错误的思想啊，还有错误的见解没有了。错误的思想是什么呢？贪嗔痴慢，还有这些念头，这些念头是无始劫来的习气呀，没断呐。所以你见解正确。在这个境界，你就证消尘出果了，就证得位不退了。消尘须陀洹果，烦恼虽然有，起不起作用呢？给诸位说，不起作用。为什么不起作用？它有定功，它有定慧。能把烦恼控制住，不让它发作，他有这个能力。所以，初果以上啊，还没有证得四果罗汉之前呢，有微细的贪嗔痴慢。决定没有贪嗔痴慢的事，可是
偶尔也有贪嗔痴慢的习气，绝对没有这个事情。这就是说他的定慧能够控制，一直到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，习气没有了，完全转过来了。这就刚才讲了，那是一个很大的转变，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成涅槃。当然转业报身成如无量寿经上讲的金刚不坏身啊，无量相好身啊，转秽土为净土啊，这是一个大的转变了。转变在心，心理一转变之后，外面所有境界都转变了。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？在理上讲的肯定，我们哪有没有能力的道理？为什么转不过来呢？还是那个心没变得过来呀。很想变。变不过来，不但变不过来，怕的是越变越糟了。这个原因在哪里呢？我很想变，很想做菩萨，很想做佛，很想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个很想啊，就是个邪念呐。就错了，你看看清净心里头还有个很想，那个心就不清净了嘛。你怎么能成就？要怎么样才成就呢？不想了，他就成就了。那诸位要听我这个话，要执着我这个不想就成就了，到哪里成就啊？顶多无想天成就了，还去到外道去，你才晓得这个说法多么难啊！就怕大家听了的时候产生了误会。佛法里面讲无想，无想是无邪念呐，无错误的思想。他有正念啊，宗门常讲无念为宗，你要真的无念就变成无想定，那就错了了吧。无念是无邪念，无恶念，他有正念。所以这些话从前的人讲的简单，大家听了能懂，现在很麻烦，往往执着这个名言，产生错误的见解，所以马明菩萨在这个起心论里面教给我们，摄听的原则很好啊，很高明啊。他教我们听经，立言说相听，这怎么不执着讲经的人的言说，不执着立名字相听，这个听
不执着他所说的这一些名相术语，不执着这些。最后是立心缘相听，心缘相根本不要去思想他这个话是什么意思，不要去想，立心缘相啊，这样听经呢会开悟啊。我们今天听经开不了悟，原因呢着相了，着了言说相，着了名字相，着了心缘相，我们坏在这个地方啊。立相才能见性啊，着相不能见性啊。所以要知道啊，一切都是无尽的啊，不仅仅是智慧啊，样样都是无尽的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诸法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能变的无尽啊，所变的也是无尽。广集，广在此地是一切无尽里面用这个光来做代表。即是高显之意，就是它非常明显，非常显著，都是我们六根很容易觉察到的，很容易接触到的。第六尊，种种焰炎诸佛身，种种是多，也是无量的意思，无量无尽的意思。这个焰炎，焰是光明啊，火焰光明啊，这两个字里面就把大乘法里面所说的无眼圆明，圆明就是焰炎的意思。在华严经上讲佛有十种眼，这个到后面经文都会讲到。那么在此地他表发了很明显，我们要用智慧也就种种慧眼来观察，一切一真庄严，你就不会看错了啊。诸佛菩萨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啊，往往我们看错啊，人看错了，事看错了，物看错了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常遇到啊。所以我们都菩萨的德号，我们会感到深深的惭愧，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学。
啊，如来的无眼，华严讲的摄眼，怎么成就的呢？它的根本呢，还是智慧。所以他此地用咽言呢，智慧从哪里升起的呢？从禅定当中升起的。我们经中讲清净心，心净则佛土净，清净心就是禅定，清净心能生啊，无量智慧是所生的。清净心从哪里来的呢？从持戒来的。所以它的根本总离不开戒定慧三学。什么叫持戒？戒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教诲，对我们的教诫，所有一切经论，这里面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，统统都称之为戒。我们要读诵，我们要明了，依教奉行，这个叫持戒。一切经太多了，我们这一生有限的时光啊，哪里能学得了呢？这个没有关系。受持任何一部经论都行，因为佛法是圆融的，佛法是互相贯通的，所以一经通啊，一切经就通了。那么我们同学在一起共修，对于持戒这一条我们看得很重啊，没有疏忽，这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了。落实在生活当中一定要简单，如果太繁琐了，条目太多了，我们记不住。记不住等于是形式的句文而已，得不到利益了。越简单越好。净宗学会当时成立，我们只提了五个科目，大家很容易记得，你一定要遵守啊。五个科目，第一个是三福，观无量寿经，佛告诉我三条是一句，第一条里面四句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我们很好记，记住了要做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
都不违背佛的教诫。那第二条有三句，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第三条也有四句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你看好记嘛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对人对事对物，起心动念决定不违背，这叫持戒。第二个科目，六合敬。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，决定不能够离开人群。人是社会动物，没有办法离开人群独自生活，不可能的。与大众相处，佛给我们定了几个戒条，一定要遵守啊。第一条啊，见和同解，这个就是说要建立共识，我们大家想法看法都相同，都接近，才能够相处啊。如果彼此见解不相同，就决定不能在一起相处。这个是很有道理的。那么佛法在中国为什么分成十个宗派？大家兴趣不相同啊。喜欢参禅，那决定是参禅那一帮，那一派去了。他们思想见解相同，喜欢念佛，这些思想见解相同，那么大家进念佛堂。喜欢言教，有言教的道场。所以古时候中国的这个寺院道场啊，要用现代化来说，都是专科学校。譬如在隋唐时代，我们想学华严，华严到哪里学？到五台山去啊。五台山是华严宗啊，你想学这个到那边去，你想学法华啊，法华在浙江啊，在天台山。你想学法相唯识，法相唯识在长安慈恩寺。你想学戒律在终南山，都是专科大学，一点都不杂都不乱啊。所以修学要懂得一门深入，为什么呢？你才容易得定，才容易开悟。你一定要守住这个原则，你要学多了学杂了，你的心是乱的，你决定不能得定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所以佛说无量法门是度无量不同根性的众生，不是叫你通通都要学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像一个大学里面开了很多学院，几十个学系，几百种课程，不是叫你通通都要学啊？你通通都要学，学四百年你也念不完呢。哪有这个道理？只要你学一科，一个科目就行。你就可以拿到学位了。
不是叫你样样都要学。同样一个道理，佛法经论虽然众多，佛并没有要求你样样都要学。你只要在里面选修一门，你就成就了。那么再说，同样学一门东西，比如我们学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在中国现在有九种不同的本色，我们很喜欢夏老就是会一本，凡是喜欢这个本子，我们可以在一起学啊。有些人不喜欢这个本子，喜欢康僧铠的本子，那他到那边去学学，都好嘛，都能成就嘛。这就是讲的见货同解啊，乃至于学阿弥陀经，大家都是学阿弥陀经。可是有些人喜欢偶益大师的注解，有些人喜欢莲池大师的疏钞，他们两个人就谈不来了。那又要分两个道场，通通都是弥陀经，依据的注解不相同，跟的老师不是一个人，学要解的跟偶益大师学，学疏钞的跟莲池大师学，也要分成两个道场啊。可见的这个见和同解重要啊，它是六合敬的基础啊，决定要建立共识。这个道场才能兴旺，这个道场才能够成就大众。所谓成就，一定得戒定慧。念佛道场决定往生不退成佛，这叫成就啊。那么第二条，在戒和同修，这个戒不是广义的，是狭义的，遵守团体的规矩。大家在一块共住，一定要定一套法规呀！这些法规决定是依据我们现实生活所需要而制定，而且可以时常来修改。我们在一块共同生活，才有规律啊！这个是戒和同修。那么第三，生活同住，口和无争，意和同悦。那么这是完全落实在生活上。大家和睦相处，互助合作。真正做到六合敬，相当不容易。六合敬最后一条，利合同均。
那么这是佛教给我们初衷必须要遵守的六个原则。而在同住里面，古来祖师大德提倡的这云水堂这个现在讲的时候，这水通铺跟军队一样大众晚上要睡在一起，都规规矩矩的你要睡觉，也是彼此互相监督你不能不守规矩。决定不可以一个人一个房间，一个人一个房间，关起门来在里面干什么？没人知道啊，他就放逸了，就懈怠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他退转了，所以一定要像军队一样，十几二十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面。彼此互相监督倚重靠重不让自己懈怠，不让自己堕落，非常重要如果说现在人物质条件比古时候富裕了，每个人有一个疗房，每一个人还有个套房，无论你怎么修，你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给大众在一起像个样子，房门一关马上就变了，又是一个样子了，你还能够成功吗？那也许有人问，我房门关了还是规规矩矩的，你既然规规矩矩的，为什么不给别人做个好榜样呢？你要关起来干什么呢？佛祖给我们定的规矩好啊，都是为了利益我们，都是为了成就我们的，绝不是给我们找麻烦的。这个我们要懂啊，我们要感恩戴德，他不是找麻烦的。第三个科目三学，戒定慧三学。第四个科目六度，菩萨生活行为的标准呢？第五个科目是普贤菩萨十大愿望，那是高级菩萨所修的。我们只取这五个科目啊，好记呀！一说出来，人人都能记得住。希望在一切时一切处，对人对事对物起心动念都要与五个科目所说的相应，这才叫持戒。持戒久了，自自然然你就定下来了。初学的时候用这个东西来约束我们自己，好像感到很不方便什么原因呢？平时放逸惯了，随便惯了，现在一下约束你，叫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，你就感到很不方便。这些个关口
一定要突破，你才能得定。你这个关口不能突破，你的清净心不能现前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你的烦恼扶不住啊，你有烦恼啊，你有杂念啊，你有妄想啊，你有分别执着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念佛都不能往生啊，没有把握。这个事情越想就越可怕，往生没有把握，那依旧搞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以前我们不了解，懵懵懂懂啊。现在明白之后啊，才知道六道轮回的可怕了，决定不能再干了。要想这一生当中真正脱离六道轮回，你要不真干，出不去。一定要真修啊！所以我们将这个纲领写在净宗同学修行守则里面。这个本子印的很多啊，印成小册，大家携带方便。我们培训班的同学也很慈悲啊，又将《无量寿经》里面重要的教训记录了60条。又将《法起菩萨殊胜智要经》里面也记录了60条，合印在一起，我们能把这个小册子里面所说的统统做到了，这真正的持戒。这个小册子行经的日常生活行为，一定要依靠的标准。然后念佛求生净土，我们才有把握。我们这一生前途才真正是一片光明。心清净，清净其心其作用就是智慧。这个时候你对于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事事物物你都能看得清楚，都能看得明白而没有错误，那就是种种业业。此地这些神众都是法身大士，都是诸佛如来道家慈航现身说法，所以他们境界高啊。第七尊，设方宫殿如须弥山诸佛山，这个名号里面有8个字，十方宫殿。我们看到这个字样，就知道这是从作用上讲的，不是从理上讲的，是从事上讲的。既说十方，当然就包括三世，这是连起来的，不能够分开的。说三世里面一定有十方，
说十方里头一定有三世。宫殿如须弥山，如须弥山是比喻，须弥山是一个世界最高的山，最大的山，宫殿如须弥山。那么这个诸佛神，我们就可以能想象得到啊，他的威德是多大，福报是多大，他居住的宫殿呢，像须弥山一样。可是我们重要的呢，要看他表法的意思，宫殿表慈悲呀。表护念一切众生，那么这个名号里面实在就是显示大慈大悲，对于十方三世一切众生不是大慈大悲。那么我们要问，我们现在苦难太多啊，诸佛菩萨了好像都没有慈悲来护念我们呐，没有慈悲来保佑我们呐，让我们遭这么多苦难。这些事实我们凡夫很难体会，诸佛菩萨确确实实是不施慈悲，不施无畏也。诸佛菩萨来现身是大慈大悲，诸佛菩萨不来现身也是大慈大悲。他的慈悲真的是遍覆十方三世。为什么说他来不来都是慈悲呢？佛菩萨来是感应而来嘛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嘛，来的时候是成就一切众生，众生没有感的时候他不能来嘛。来了之后不但众生得不到利益，众生反而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。为什么呢？众生不认识佛菩萨，会谤佛谤法谤僧，那不是加重他罪业，所以他不来啊，不来还是大慈大悲啊，避免你造业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我们要很冷静地去观察，细心去体会，才知道什么叫做慈悲。它是理性的，它不是感情的，绝对没有感情有私，它是圆满智慧。可是诸佛菩萨虽然不以佛菩萨的身份出现在世间，他会以种种差别的身份，诸如人天的身份、鬼神的身份，乃至于变现动植物的身份，还是没有离开众生啊。
诸菩萨示现，也许就在我们的周边，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。那么这些事这些理，理不必说，就是事，古今中外典籍里面所记载的很多很多啊，我们稍稍留意啊，去体会，去读诵，然后再细心观察我们的周边，虽不认识有感触，确实佛菩萨没有离开我们。那么这是设方宫殿如须弥山诸佛神名号的意义。第八尊，微光自在诸佛神。微是说微德，光是讲光明。微光有自受用，有他受用。自他受用都得自在，如果这两个字我们要分开来看，威德就是顺善巧方便啊，光是属于智慧光明。那么这个里面所谓的实智全智，根本智厚德智圆满具足，所以自受用他受用都得大自在啊。我们要怎么样学习啊？也就是说，这一尊菩萨的德号啊，怎样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啊？威不是很威风啊，不是叫别人害怕我们的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威是令人敬仰，那这是威德。能令人敬仰，一定要有德行。这个德行呢，一定是为世间大多数人所肯定的，你才能得大众敬仰啊！古人所谓“沉于中而行于外”，那么威德的根本就是真诚。佛的教育啊，这是大圣的教学，世间圣贤教育啊，我们中国2000多年来多数人肯定的孔子、孟子，
多数人肯定孔孟是世间的圣贤，他们没有私心，一片真诚，教导一切众生，教导的内容是教你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教学的目的是叫你知道人与人如何相处，这是教育的目的啊。人与一切万物如何相处，人与天地鬼神应该如何相处，教育的目的在此地啊。人与人能相处了，人际关系搞好了，无论在生活在事业上，你一帆风顺，你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帮助啊！你肯帮助别人，别人也肯帮助你嘛。人事关系比什么都重要啊。然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很糟糕啊。对于古圣先贤的教育，完全反其道而行之，所以社会也大乱啊。社会之乱呢，人际关系坏了。每一个人只求自己的利益，破坏别人的利益，这怎么得了呢？啊，乃至于治国的人，他也是有这个观念，只顾我自己国家的利益，不顾别人国家的利益，这个世界能和平吗？能安定吗？不可能的呀！啊，一定要懂得，我们顾全自己的利益，同时要想到别人的利益。啊，我要知道顾全自己国家的利益，也要顾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，我们共同来发展，共同来繁荣，互助合作，这个世界才能和平啊，社会才能安定啊，才能够繁荣兴旺啊。只有自己没有别人，后果是不堪设想。这是讲我们今天人际关系不同，造成许许多多的摩擦，制造出许许多多的矛盾。与大自然的关系也违反了原则，破坏自然生态的平衡，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了。不顾大自然生态平衡啊，那么你破坏了，破坏整个地球，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灾变，带来了许多的灾害。这是你不知道跟大自然相处啊，你不懂得。现在教育不讲求这些了，
更深一层的，现在人认为是迷信，其实一点都不迷信。真有天地鬼神啊，不是假的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哪里是假的呢？如何跟天地鬼神的关系搞好，我们才真正享太平的日子。这是教育的目的，你都能够通达，都能够明了，你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做。那么佛教给我们的原则，这个原则是最高的原则，教我们看破放下，那才真正得到圆满的威德光明。释迦牟尼佛真放下了，你看他老人家一生在世，三衣一钵，彻底放下了。换一句话说，过一种最基本的生活。一丝毫奢侈都没有啊，他真放下了。当然我们不能够学释迦牟尼佛，为什么呢？我们生的时代不相同，生活环境不相同，他那个时候当年在那个地区，他们的气候自然生活环境许可他们过这种生活，每一天托钵吃一餐饭，日中一食，他们那个气候啊，这三衣就够了，晚上睡觉这个三衣展开就是盖的啊，卧具诸位晓得，那现在把这个卧具都拿来垫的拜佛了，不是的，不是拜佛用的，卧具是铺在地底下睡觉用的，就称为卧具啊，它不是拜佛用的。所以过那么简单的生活，我们要晓得这个原则原理，修行人无论在家出家了，要想真正得到自在解脱，要过最简单的生活，给诸位说，最简单的生活就是最健康的生活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心清净，心清净就身清净啊，身心清净，境界清净啊，所以是最健康的生活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。这是放下。放下了一定看破吧。什么叫看破呢？对于一切万事万物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智慧，是风光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，人家讲经说法
没有预先准备啊。什么人来问？当时问，当时就解答。这大完之后，还不是当时记载的。佛灭度之后啊，弟子们开会来集结经藏。我们看释迦牟尼佛没有带一本书在手上啊，没有啊。释迦牟尼佛身上也不会有一支笔啊，找不到啊。智慧如海啊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从哪来的？从看破来的，从放下来的。所以你真放下，真看破了，你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就显现，无尽的，永远用不完的，哪里要去准备？哪有这个道理？哪像我们现在学经学的这么辛苦？那个不但佛看的好笑，那佛的弟子看的我们也好笑。你看当时佛的这些学生。佛的学生听佛讲经没有带笔记，为什么人家一听都能记住，而且能够永远不忘？佛灭度之后集结经藏，还能把佛当时讲的话能够背诵出来，他绝不是有意去背诵。二是自信流露啊，他的长随弟子1255人，这个诸位在经上常常读到的，也可以说我们很相当熟悉的这些人身份都是小乘人的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他们都是诸佛菩萨化身大士示现的，不是真的小乘。所以在大乘经里面我们都常常看到皆是大阿罗汉。那个大阿罗汉大字就已经给我们很明显的标示出来，他不是小乘，大乘。大乘阿罗汉是什么人呢？化云地的菩萨称大乘阿罗汉了。第十地的菩萨，因为阿罗汉这个名词的意思叫无学，就是他毕业了。他的修学毕业了，小乘法里面毕业了称阿罗汉，大乘法里面毕业了叫大阿罗汉，是化云地的菩萨了。那由此可知，这个1255人里面最低的位置都是第十地的菩萨来实现的。古佛道家慈航里头有不少啊，世尊没给我们说出来，只说出几位而已啊。像大家知道舍利弗、目犍连都是古佛再来，那哪里是普通人呢？
都是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。佛灭度之后，他们来负责集结经藏，将佛的遗教传之于后世，做这样的工作。我们要清楚，要明白。那么他的总的纲领就是看破放下，我们要在这上下功夫。佛法叫内学，内就决定不能向外，向外求不到东西，要向自信当中求。真真是为佛弟子，佛给我们讲了，读诵大乘，大乘经要不要读呢？要读。怎么个读法呢？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立文字相，立名字相，立心缘相，这样子读诵。我常常读诵经典，我要不要记呢？不要记。要不要思维呢？不要思维。每一天读诵，从来不去记它，从来不去想它，恭恭敬敬的读，这是修行嘛。我们干的是这桩事情吗？为大家讲解的时候怎么讲呢？看你们的表态讲啊，看你们的眼神讲啊，不是准备，没准备啊。这个东西是活的，不是死的。字字句句可以深讲，可以浅讲，可以长讲，可以短讲。如果要是短讲，这一部《华严经》三个月可以讲圆满的，很快啊，一天讲很多章啊。细讲两个小时讲几句，这还不是很细啊。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我们学教如何能学活，你就成功。学死的难啊，不能成就啊。一定要学活的，活学活用，你就得大自在，微光自在。第九尊光明普安诸佛神，这个好懂。光明是智慧，这个暗是比喻烦恼无明。智慧开了，转烦恼为菩提了，就光明破暗的意思。火神，火是光明，火能够照破黑暗，取这个意思。所以唯有真正的智慧才能破无明。无明这个名词不好懂，实在说我们常常读常常听，也只是含糊笼统。问你懂不懂，好像有懂，再一问的时候实在是不懂。无明的样子是什么呢？那就比较上
容易理解了。啊，妄想分别执着就是无明的样子。啊，无明的现象。啊，你有这些东西，你看无明在起作用，无明在现象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真正用功、会用功的人，要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尽可能减少妄想分别执着。那用什么方法减少？哪一个人不希望减少呢？不希望把这个东西断掉呢？他断不了啊，愈想断是愈多啊。不想断的时候好像还没有，这越想断越多。所以佛家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四千种不同的方法，不同的门径呢，都是断这个东西。我们今天所采取的持名念佛，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断，心里面常常圆着一句阿弥陀佛，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打掉，这是念佛的原理。念佛的好处，你要是明白了，你就懂得了。好处就是把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打掉。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，你的清净心现前，自信本具般若智慧现前。然后你读经。你修学，甚至于你生活、处事待人接物，都有智慧了。那就跟慧能大师所谓的长生智慧。否则的话，我们一天到晚就长生烦恼。所以这个道理要懂。幕后这一尊雷音电光诸佛神，雷音是比喻说法，这是前而言之啊。如果深说呢，所有一切音声无疑不是雷音，这是我们现在达不到这个境界。像《楞严经》里面，观世音菩萨梵文文字性，性成无上道，他那个文耳根对的这个是这个深沉呢，就不一定是说法。所有一切音声呢，都是说法；所有一切色相啊，也是说法。这个在平常讲习里头，这种说法很不好懂。华严会上讲这个话，大家多少能体会到一点吧？华严经啊。毗卢遮那佛说法，成说、岔说、无间说法，六尘通通都说法，这才是雷音电光啊！电光也说法啊！电光给我们说什么法呢？给我们说一切法不可得。你看《金刚经》上不是说吗？如露亦如电。给我们讲事实真相不可得，不但不可得，
而且是无所有，给我们说这些法。所以会的人，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没有一样不开悟啊！能帮助你开悟的，通通是佛法。所以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呢？所以问你呀，会不会嘛？这个禅宗祖师常常勘验学人，问你会吗？你会不会？会了是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哪一法不是佛法呢？不会呀，《大放光佛华严经》也不是佛法了。参禅念佛都不是佛法。为什么呢？你在里面生分别、生执着、生烦恼，那怎么叫佛法？佛法是清凉自在法了。你在这个法里头得不到清凉，得不到自在。所以会的人呢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不会的人呢，看到阿弥陀佛毗卢遮那现在他面前，也不是佛法。就这么个道理。这雷音电光啊所表的意思。如是等二位上首不可陈述。这个是总结。这一个团体人数啊也是不可思议。幕后这个探得探得里面的义趣很深很广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